太极拳，表演者孙建云。孙氏太极拳传自北京孙禄堂，孙老先生为形意拳、八卦拳名家，又向郝维珍学太极拳，其综合三派之长，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孙氏太极拳。特点是动作舒展灵活，行云流水，绵绵不断，每转身变向往往以开手合手相接，步伐进退相随，进步必跟，退步必撤，故又称活步太极拳。
云老师是孙禄堂先生之女，受其父亲传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不断钻研实践，技艺精湛，风格尤为突出。